各位教育界的先进，各位每个同好，大家午安。那我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亲口讲下面这句话，我要感谢联发科教育基金会，我要感谢花莲教育处，让我下面要讲的这些事情变成是真实的，而不再是梦想。那我首先自我介绍，两周，哎，对不起，这几天我的名字叫做韩国瑜。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做回曾希哲，我是来自花莲海西中学的曾希哲。那我要分享的是用7697来玩互联网。我们国内的光宝，他做了一个能源管理系统，整套的，从电器上面的装置，一直到最后的那个云端的平台都有，这是互联网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对岸的小米机也有类似的产品，这个很多人都有带，这个小米手机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是那个创客们所做的，这个是我把它download下来自己列印的。这个是一个用树莓派做的 3D 列印的遥控装置，你可以远端遥控，然后也可以拍这个摄影的设备。那其实这一些都已经正在进行当中，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的孩子可以学到这些东西。可是问题是怎么教呢？那所以其实我找了蛮多套教材，那后来就选中了这个7697。那其实在整个课程进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课程设计是秉持着动手做，学的会更多。那这三张照片呢，是分别在我们课程上面所拍摄的照片。那这位同学他真的非常好的，我在拍照的时候，他就回过头来说：“老师，你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拍照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要拍脸吗？”他说：“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”我就摆了一个 pose， 我把它拍下来。那其实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玩得很开心。那7697这一次有什么特色？首先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前面先进们讲的那个 S4A 的扩充版。那各位可以看，对不起。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接角呢，蓝色、红色、黑色。那这一边呢，它跟它一模一样形式的接角，黄色，然后红色、黑色，形式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在 Arduino 上面，你在 S4A 上面的所有的感测器都可以搬到它这边来。那另外呢，它还非常非常特殊，帮我们设计了一些老师们会常用的几个通讯的接角，直接插就好。那所以其实，在接线上面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同学很少碰到问题。那第二个呢，是非常非常容易使用的积木程式。因为我们需要在上课的是高中部的学生，但是我在外面推广，我们在南区推广的时候，有国小的小朋友，国小的小朋友都能够写出这样子的程式。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研究 Arduino 的 C 语言，它也有带 C 语言在里面，所以你想要拿 C 语言再做更深入的研究的话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另外呢，它有支援各式各样子的感测器，数位类比、序列库、数码啊等等啊。另外还有 PM 2.5，然后还有 OLED 目前最新的，然后 RFID 全部都有支援。那另外呢，它的联网的特色有，下面这一个啊，它有蓝牙的连接。那这个蓝牙是蓝牙 4.0。那这个程式呢，是我们一个国小小朋友写出来的结果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范例啊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小朋友那时候非常关心形体啊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这个发射核弹，就按下去，核子弹就爆炸了。”他就笑得很开心。但是国小的小朋友都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作品。那另外呢，在云端的部分呢，也一样是积木程式，但是呢，联发科它有特别制作了一个叫 MCS， 它自己云端的平台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伺服器不用再写任何程式，只要设定好就可以。那我们这一边呢，写这样子的程式就能够用浏览器去控制它上面的 LED， 所以它在实作上面非常的简便。那如果呢，老师们想要，刚刚讲那个是 Rocket 积木系统，那如果老师们想要用 Scratch 的话，有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巴德国小的那个蔡教的老师，他有做了一套 Scratch， 那一样可以用 Scratch 来用7697来做连线。那这个是它程式的样子，跟我们 Scratch 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综合我们的7697呢，它有支援 Arduino 相同的感测器，还有最常用的感测器，它都全部有支援。那容易学习写作的积木程式设计。那另外无线传输的部分呢，有蓝牙、有 WiFi， 还有目前它可以相容于 Scratch 2.0。那下面这个是我把那个7697的特色，把它做成一项作品，叫数位合进系统。那它可以透过蓝牙去控制7697，它可以用 RFID， 就是我们各位身上都有的那个悠游卡。那另外呢，它可以透过 WiFi 来做控制，所以等于它把重要的部分都把它放进去了，当做一个范例。等一下各位在我的摊位上面可以看到这个作品。那这个是还没有装饰过的。等一下各位看到的是我把它拼装已经组合好了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是我已经毕业，我高职部毕业的学生，目前是在大二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真空管的时钟。那他特别把这个时钟的照片寄回来给我看。那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这里有一片就是联发科的7697，还有联发科的7697在做这个实验。不过呢，后来我有跟他做一些联系，就是这边可以再加入联发科的刚刚讲的那些积木的程式，会让它的效果会再更好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目前所推展的7697的那个物联网的教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在我的摊位，希望各位能够到我的摊位来逛逛，谢谢。